看来是熟能生巧。你要想说，你爹爹在你的年纪的时候拆解了、组装了多少台电脑？把学校拆解。不是啊，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组装电脑的啊。然后嘞？所以我说啊，所以他觉得很好玩吗？也不是啊，我只是说你刚刚说的熟能生巧啊，对啊，啊，所以你现在看到他拆解电脑的能力，是他在你的年纪的时候练就的吧？他现在都忘光了。现在还是会啊。是怎么最后一根这么困难？好，有不没要有一个吵。硬的东西硬的什么？板子之类的？那你妹的那个板呢、啊？这绿个色厚的，度，要硬的这个板的厚度，我你以金为？属吧，就可能这个厚度，找找。书本呢？我要很厚的书啊，可以吗？试试看喽。多厚？这个太薄，是不是？还有更厚的？好啊，一个就好。Sorry again. One.